头怎么那么痛？我记得昨晚我明明在家打王者，打得好好的，怎么会一觉起来就到了这里？这荒郊野岭的怪吓人呐、啊！等等，那边有个假面骑士，过去打探问问。神虫，看起来很可爱的样子。你好啊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什么嘛，原来是个臭黑山。确认过眼神是买不起的人，打扰了，还是去找仙女姐姐问个究竟吧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要怎么回去？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吧？这是王者大陆，昨天晚上有个南瓜头把你扔在这儿了，想要回去还得先成为王者才行。什么南瓜头？可恶，一定是假妹子干的好事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可惜我现在还是个热血青铜，只能满满打上去了。咦，前面那小小的是什么？正好试试我的神器。啊，我的神器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散落羊毛。完了完了，这下连神器都丢了，我要怎么打怪升级啊？直接把你敲晕带回去。怎么还想逃？看我给你来个前后夹击。嘿嘿，你一下就打狗带了，还掉落了荣耀币。不过想要购买武器还需要不少荣耀币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有了，想致富先裸术，致富千万条，裸术第一条，裸术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